生出相思寸缕，情深不知从何而起，一步一曲日暮晨昏，却交付自己，何为爱又为何期待朝朝两夕。大戎历朝，迄今不过两代，内有黄河水患洪涝频发，外有敌对势力虎视眈眈，十三州节度使割据，拥兵自重，各自为政，朝廷对地方的控制日渐虚弱，钱库亏空。为了解决财政问题，皇帝派出使者下旨，下嫁公主给江南首富顾家独子顾九思，准备谋取顾家的巨额财富。好消息，好消息啊！大雪封路，运河四处起了大雾，梁王使者的马队被困在了长风渡渡口，来不了了。所有的商船、官船、车马人行全都断了。谢天谢地，佛菩萨显灵了。九思，咱们今天又逃学了，你说这个朱学究应该不会再找到家里去告状吧？告呗，本来我也不想逃课，你少来，天这么冷谁想挪窝？都怪那个朱学究非得提什么叶山，我一听见他名字这气就不打一处来。我们家那糟老头子天天拿他叫让咱他学这学那，我这耳朵都快长茧子了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这全扬州城除了各家爹娘，不会喜欢他了吧？也不是，全扬州的女人都喜欢他，都想嫁给他。不服。小姐画的真好看，就好像梅花真的开在了纸上似的，比起诗安哥哥的寒梅凌雪图还差得远。我临摹这些年才得了五六分神韵。
小姐暖暖手吧。嗯。都春分了，大雪还是下个不停。那照这么说，叶大公子是不是回不来了？寒梅雪中尽，春风柳上归。开春了，等雪停了就回来了。我都等了六年，也不差这十天半个月的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小姐，您快过去看看吧，大夫人病倒了。不是已经好转了吗？怎么又病倒了？前几日大夫人的药就用完了。药怎么能停呢？用完了就快去买啊。大夫人账上已经没有余的了，最近连续大雪，渡口又大雾封航，药价涨了好几倍，月娘却一文都不肯多给，大夫人只好自己垫银子买药，如今实在是买不起了。映红，你把我账上的银子还有屋里的首饰都拿出来。可是小姐房里也没有多少银子了，首饰也没有什么贵重的，现在药价那么贵，估摸着不够啊。那银子不够，月姨娘借走展示的白狐裘，拿去当了，先应急。那可是小姐最要紧的东西啊。小姐，有件事情我没敢跟您说。您刚才说的月姨娘店里展示的那件白狐裘，月姨娘已经折价卖掉了。啊？她卖给谁了？听说卖给了顾家大公子顾九思。月姨娘怎么又这样专横？无论如何，娘的药不能停。映红，你去打探一下，那个顾九思人在何处。我们把狐裘要回来。是。顾公子，小姐，打听到了，顾家大公子今日就在兰笑坊。打听的真切吗？真切。那个顾九思今日在兰笑坊一掷千金，包了整个内院。小姐，咱们真的要去找他吗？可那不是什么正经地方，若是被别人看见了，名声就毁了。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我们乔装一下，蒙着脸去，再怎么样也要把那狐裘要回来。我们家公子就是进去找个人，能不能麻烦通融一下？
咱们蓝校房虽然是一个消遣的地方，却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踏进这门槛。再多的话，小的也不好多说。对不住。 快点啊！别靠了，又赢了！来，你把这酒喝了啊！ 有人出来了，顾公子，小的去给您备马车。小姐，好像是他，快去啊！是。请问是顾公子吗？你谁啊？我家主人有事投公子说。那你们家主人又是谁啊？ 这丫鬟，我在叶府见过好几次。叶府，顾公子是不是刚买了一件纯白的白狐裘？没错。那是我家主人的东西，放在成衣铺子里，屋卖了出去。你家主人呢？是，本来没打算卖的，所以。那你家主人呢？就在那儿，不远。 这么大的雪，这么冷的天，他怎么不进去找我呀？我家主人不方便来这种地方。不方便来这种地方？啊，整个扬州城就他叶山一个正人君子是吧？他不方便来这种地方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爹没少拿他教训，不就会读个书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 看看丫鬟打扮成男子的样子，怎么女子见不得人啊？顾公子，顾公子，顾公子，有完没完了啊？怎么着，看小一眼会脏了你叶大公子的眼睛啊？ 对不住，我不知道你是女子，我以为你是那个。顾公子万福，一场误会都是小事，只不过那白狐裘是我要紧的东西，请求公子承认之美，把它卖还给我，我一时拿不出钱，但我可以立下字据。可那狐裘明明是男子的样式，怎么是你的？那是我做给夜山的。 哦，我说你们家丫鬟怎么老往叶府跑？你喜欢叶山？我喜欢叶山啊！他喜欢叶山。顾公子不要胡说。这怎么是胡说呢？我要是胡说，你紧张什么呀？顾公子。 我虽然出身布衣商贾，但也是清白正经人家的闺秀。顾公子，自是富贵泼天，与我有云泥之别，又何必这般羞辱？哎，我这可不是羞辱你吗？我是诚心的想问你，为什么喜欢叶山？你这整个扬州城的闺秀都想嫁给叶山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这叶山到底有什么好？ 你就说说嘛，这眼光差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。顾公子，是不是不想把狐裘还给我？你要是回答我，别说一件，十件我都给你。顾公子，求你高抬贵手。哎，行吧。你那狐裘，昨日我给别人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给别人了。 那人呢？他我怎么知道？
不就是一件衣裳吗？嗯，再买一件。拿着呀！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傅公子，你不是想知道叶大公子比你好在哪儿吗？我告诉你，他做人光明磊落，知书达理，还有有你这种无赖小人的衬托。哎，不是，你凭什么拿叶晨数落我呀？我终于知道你名声为什么这么坏了。你出身富贵，又浪荡荒唐，像个瘟神一样，谁愿意把女儿嫁给你啊？我们走。哎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啊！谁是瘟神啊？好了好了，你干嘛跟他一般见识啊？那么多人都看着呢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别看了别看了，回去吧，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，散了吧。散了啊。我成瘟神了啊！我给他钱，我还成瘟神了。我去，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。这个卖布的柳家啊，我是知道的。听说他们家宠妾灭妻，别看他一个嫡女，日子过得比人家庶女还惨。你呀，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。我说呢，这么冷的天穿这么单薄，做了件白狐裘还是给别人的。你不是把那件白狐裘送给小乞丐了吗？姑娘，谢谢。藏好了。文成，你去找一件别的衣裳，把那狐裘换了。换回来干嘛？还给他呀。他喜欢叶诗安，还欺负你，你还帮他？我不跟他一般见识。你不也说了吗？他过得不容易。是。小姐，狐裘没了，那夫人药材怎么办？只能在月妹妹那儿借一点，如今只有她会帮我了。娘，喝药吧。玉茹，下月叶老太太的生辰茶会，要不你还是别去了。玉茹，娘希望你嫁得好，有个好前程。这些年你为叶大公子做了这么多，一片心都扑在他身上，娘都是看在眼里的。可是你说这扬州城有那么多显赫高门的闺秀，哪个不想嫁给叶大公子呢？况且叶老太太对这孙媳妇的人选也许早有定算，你去也没用。娘是怕您落空了难受。娘，你就让我去吧，横竖也就这一回了。姨娘，玉茹，今天叶家的茶会你就别去了吧。世伯司喊你父亲去点账，单独留下弟弟，你若再出去了，我怕家里啊没人照看。不是要出门吗？还在这儿磨蹭什么呢？
爹，老爷。大姑娘呀，是嫡长女，身份特殊，又最懂事儿，你尝尝。我是觉得呀，让她看家，我呢最放心。可是父亲，叶家的简帖里也是请了我的。都听你姨娘的，啊。吃完茶，早些回来。好。啊，对了，桂香，把我新打的鎏金簪子拿来。是。今天呢，一定要在头上多簪几只值钱的，咱们可要去见的是上等人家，千万啊不能让人小看了。姨娘，叶家出身亲贵世族，规矩繁多，姨娘和两位妹妹从未登过高门，今日叶府人多，若是失了礼数惹人笑话，岂不是丢了父亲的颜面？玉茹是嫡长女，理应为父亲分担。我与叶家素来相熟，我母亲也是出身士族，自幼教我规矩。今日我同去，从旁提点，玉茹责无旁贷。嗯，玉茹想得对，你得跟着去。是。祝老太太松鹤长春，天福天寿，春秋不老，日月昌明。散深沉，又不是什么正经寿宴，今儿个大家坐在一起，就像家里一样，吃茶谈天，图个高兴。千万别见外了。谢老太太。坐吧。扬州通判嫡女刘思雨。谢。苏绣织云纺绣品一幅。江南大儒李秀云嫡孙女李艳轩。谢。大明寺供奉六祖坛经一本。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，那个点心铺。哼，不是你们两个笑什么呢？神神秘秘的到底去哪儿啊？说。你猜。这不是去叶家的路吗？猜对了。我去叶家干什么呀？啊，跟叶山叙旧啊？我可不去。嗨，我没有什么好跟他叙旧的。有好事儿。好事儿。哼，不生柳家女眷。谢。足金溜子三对，五福缎子一匹。大姐姐，瞎什么眼？宋昭连墨钱都不值的破画，害得我们也跟着丢人。我看看。是。
柳家眷属给咱们带来了今年新出的布料纹样，在里屋放着呢，大家去看看吧。谢谢老太太。今天带来的都是今年的新式样，许多种颜色呢。大家都去看看。你这画的是谁呀？是您。我曾听说您出身将门，少时曾随父出征边塞，在军中舞得一手好剑，我便斗胆凭想象画了一幅。为何做这样的画？因为我羡慕您。女子这一生大多困于宅院，不能像男子一样走遍四方，但您见过河山，报效国家，这让我心中十分羡慕。自从17岁嫁的人，就再也没有摸过剑了。旁人送礼，都是送给叶家主母的，而你送的这幅画，是送给我自己梁清玉的。去吧，去找云儿说说话去。知道了。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别着急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从刚才就磨磨唧唧的，还给我打扮成这样，再不说我打人了啊！我们这是来带你见你媳妇儿。媳妇儿？你爹娘上夜府给你提亲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来都来了，见一面再走啊。姐，人来了，人来了，有人有人。玉茹姐姐，和顾九思的这门亲事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什么？顾九思？那个臭名昭著的纨绔浪荡子？昨日你走后，还是顾家主母亲自上门提的亲。我家世代都是读书人，出仕也只是清水衙门。这顾家，他为什么会看上我呀？怕是哪次上元灯节踏春斗草，被那个顾九思看上了呗。你家里人怎么说？还能怎么说？顾家富贵显赫，节度使见了还得赔个笑脸，我爹娘不敢拒绝他们，只是拖着，还没敢回复。我真怕我爹娘为了家里就一点头，把我真的嫁过去了。玉茹姐姐，那到时候我该怎么活呀？我明白，我都懂。若换作是我，投壶了断的心思我都有了。不如这样，既然你家不敢拒绝他，那就逼他自己退亲。怎么逼？与他的一切喜好反着来。我听说顾九思这个人崇尚武功，荒废学业，最讨厌那些圣人经典。
你今日回去就把那四书五经好好读一读，特别是劝诫人的，你记下来，改日你见了他，时时刻刻劝诫他。而且，他这个人行事荒唐、粗鄙无礼不说，反而讨厌礼数周全、说话温声细语的大家闺秀，说人家娇柔造作。你若见了他，你就捏着嗓子说话，把所有的繁文缛节都来一套。但凡他有半句失言，你立刻就哭。说话别太有条理，不要太正常，要说不清楚话，做不清楚事儿。总之，越矫揉造作越好。这样不太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你只需私下哄喻他，恶心他几次便好了。他那个人名声都那样了，就算他出去说你的不是，旁人也会觉得是他在诋毁你。你说的对，我要是不恶心他，他日后就得恶心我了。对，顾九思这个人自己无赖不说，反而嫉妒像诗安哥哥那样的正人君子。你若见了他，你就在他面前使劲夸诗安哥哥的学识和人品，处处拿他和诗安哥哥比，说他样样都不如诗安哥哥。要是这样了，他还想娶我，那怎么办？做什么美梦呢？谁想娶你了？你是谁？来人！来人！来人！快来人！哪来的下人，竟敢擅闯后院？快把他们都打出去！快啊！站住！站住！柯姐姐啊，他们不是下人，他们都是混在一处的纨绔浪荡子。那中间那个人，他肯定就是顾……哎，你没见过什么顾九思，那三个，他就是泼皮下人。啊！九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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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跑得倒挺快啊！哦，这姑娘胆子也太小了。二话不说就喊人，小什么小？他分明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怕咱们坏他名声。啊，他是故意的。废话，他明明见过咱们，叫什么来着？柳玉柔。嘿，柳玉柔，连这名字都俗气乏味，招人讨厌。表面上看上去一副文雅闺秀，实则内心久久然污泥深沟，好一朵黑莲花呀，真是晦气了，晦气。当初你还让我给他找狐裘，幸亏我没找。我说呢，他一个布衣商贾之女，要没两把刷子，岂敢觊觎叶世安呢？你笑什么？我笑他姿色平平，心机深重，和那装腔作势的叶世安还真是般般。行，世安哥哥，这门婚事我同意。月姨娘，哎，你怎么打人啊你？个小蹄子，得了失心疯吗？顾公子可是你能得罪的，人家是什么身份，你是什么身份？你命贱不怕死，我们还怕被你牵连呢。今天我要替你母亲好好的教训教训你。哎，住手！大家都知道，顾家是扬州城谁都不敢得罪的祖宗。他不懂规矩，丢了我们柳家的脸是小事儿，可是给府上可是惹了大麻烦啊！我若是不好好教训他，那将来这个事情该如何解决啊？
把你那套上不了台面的心思和做派收起来。玉茹在我家府上就是我家的客人，你竟敢动手打我家的客人，有规矩吗？我什么？你把叶家还放在眼里吗？要说丢人，我看你这个叔母才把柳家的脸丢尽了。出去，出去！是，老太太。娘，回家。妾室竟敢打嫡女，下手那么的重，说话还那么难听。他平日里也不打骂我的，今日是害怕顾家权势，一时急了。可这还是在别人家呢，还当着人面打。他就算是不顾及你的感受，那你爹也不说说他吗？我爹，自从我爹娶了月姨娘，我好像就没有这个爹了。什么脸面不脸面的，全扬州最没脸面的嫡母，谁不知道？孩子，你在那样的家里，真是受足了委屈了。老太太，能息事宁人就是好事，您不要担心了。玉茹，顾家的那个小太岁是你赶了出去？不不不不，祖母，那都是我的主意，跟玉茹姐姐没有关系。你要责罚，就责罚我。玉茹不敢欺瞒老太太，是我的主意。请老太太责罚。我想问你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就是想着，今日寿辰，前庭后院宾客众多，若传出去，我担心有损叶家颜面和玉妹妹的闺誉，索性装作没有认出她。第一时间堵了他们的嘴，没让他们自报家门，就打了出去。往后要是有人追问，就推说是一场误会，就算传出去，也是一桩茶余饭后的笑谈，顾家也不好细究。太太，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帮玉妹妹是我应该做的，你不用谢我。这个不是谢你的礼物。来，你的婚事该定下来了。就要回来了，你回去跟你的父母说一声，我这几天备好了聘礼，登门提亲。所愿了。
我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。就是脸红肿的更厉害了。啊？一眼就能瞧出来吗？一眼就能瞧出来是江然给打了。能让娘看出来，我们先去一趟小秦花边上的暖霜胭脂铺。好。还是咽不下这口气，他今天就这样把咱们给收拾了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那你们说说，想怎么样啊？你们想啊，他是要嫁给叶诗安的，这叶诗安欺压我们这么多年就算了，如今他的媳妇都来打我们的脸了，这时候不反击，还算不算男人啊？他也不一定能嫁进叶家的。信我吧，依他那个心机跟手腕，我很看好他。总之啊，要是让我逮到他，我肯定拿他出气。那你说说你想怎么出气啊？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他怎么对付咱，咱们就怎么对付他。我们也学学他讨厌样子，恶心恶心他。可问题是。94岁讨厌什么？这柳玉如知道的一清二楚。柳玉如最讨厌什么？咱们知道？打听打听去啊！这全扬州城里就没有杨文昌打听不到的事儿。哼，不用打听了，我知道他讨厌什么。什么？我呀，他不是说了吗？我要是能看上他，他就投湖自尽。高，对，找他去。里边请。掌柜的，有没有色浓鲜的胭脂能遮住脸色的？往日姑娘只喜欢素雅的颜色，今日怎么？好的，姑娘请。有劳了。来，这一盒叫天赐良缘，脂膏稠密，用丝锦蘸了抹在脸上，最能遮伤疤红肿，平日里用也是上好的。多少钱？一罐用150文，姑娘是熟客，抹去零头，一罐就好。再抹点。有没有便宜一些的胭脂？我平日里用的就可以。那我给姑娘看看别的。有劳了。玉如妹妹，买胭脂呢？掌柜的，有男客在，怕是不妥吧？公子啊，我这是胭脂铺，您这一进来，我店里的客人……放心，耽误不了你做生意。今天店里所有的胭脂，我全都卖。这……山峻岭，是孤帆远影，我都认定。
装。